东方啊，当困五华。大家好，老师从业中医男科30余年，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通过中药调理重回男性雄风。如果你也存在房事时间短、勃起无力、硬度差、中途疲软、肾虚、前列腺炎等问题，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574-993-200，纯中药，一人一方，治根治本，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彻底告别快男软男。记住微信574-993-200。春风，牙齿借我。不去。不借。我去啊！我去，早点拿出来嘛！去，到你了。嗯，你好，好，好。好了，师傅。扫地的，偷懒，拿过来，扫地。师傅呢？一大早起来，不要东摇西晃的，把那些盆景修整一下。是的。师傅，站好了。哼，
你叫你可以这样子偷懒的。偷懒这东西我从来不敢。我没讲了。真他妈的不应该。